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讲记。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翻到讲记62页，从这一段讲起。佛藏经云，这一段，无观，无觉无观，名为念佛，无想无语，是名念佛。这个念佛啊，实在讲是有觉有观，怎么会变成无觉无观？念佛人是有想有语。前面不是说要忆佛吗？忆佛就是想佛啊，称念佛号啊，这个称念就是语啊，怎么会变成无想无语？所以我们不能一文解义啊，三世佛很冤枉啊。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啊。你要是望文生义啊，那就错了。无觉呢是无错觉，但是有正觉；无观是无邪观，有正观。所以十六观经里面讲的依照那个经典去观呢，这个是正观。不依照经典呢是邪观。我们平常脑子里浮现很多景象那个都不是正观了。一般想的都是人世间的人事物那都属于烦恼念的。这个我们要清楚是随顺经典所以这个依照经典是正观这个是说的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无觉是无妄觉，无观是无邪观它有正觉有正观这是念佛。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凡是与三经，现在我们讲的净土五经一论相应的，因为后面有祖师大德又加了，这个普贤行愿品还有我们在学习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还有天亲菩萨的这个往生论这个就加起来是五经一论这个是正。与五经一论不相应的那就是错觉，就是邪观。所以我们入佛门是三归一啊。皈依自性觉正净这个正
要皈依经典，注视三宝啊，这个法宝就是正知正见，好，所以一定要依啊五经一论。那无想无语啊，我们要了解到是无妄想。无语是无杂语，杂心闲话没有。那这一点不容易哦。大家有没有经验？哎呀，要多念佛啊，少讲话。下了这个决心了。有时候在境界当中啊，忍不住。好像夏老有说三年不说话保证开悟啊。当然大家听了我这句话也不要产生执着就从此刻开始不说话了家里的人以为你出了啥事了我们要去关照到啊，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话甚至于是是非轮我啊，看看自己的心是什么状态，染污的状态，对立的状态，情绪的状态，你看那心波动成这样。我们要回归觉正境啊，要清净啊，这个口业啊，对清净心影响特别大，要忍得住啊。好，所以这里祖师提醒的，这个无语啊，无杂语，杂心闲话没有。包含我们。在杂心闲话了然后啊还要吃花生米嗑瓜子一点威仪都没有还聊得很起劲都没有绝招了人家后学一看到我们这种模样啊被我们吓跑了所以我们入了佛门身为佛弟子得给佛菩萨脸上争光啊，不能抹黑啊。但说实在的，不抹黑也不容易哦。我之前遇过的，某个佛教团体啊，专门在跟大家分享的了，夫妻关系啊，很恶劣。这个新来的几对夫妻啊。了解情况之后通通不敢学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依经典不能随顺没学佛以前那些习气甚至社会的那些习染官气特别重巴结谄媚那种不好所以老和尚看观察我们的根性还是要学三根这个勿谄富勿骄贫你看人家没地位没有钱态度就不一样了说实在的我们在瞧不起别人的时候自己的心是什么状态舒服吗？自在吗？所以修行首先要自爱啊，不要让自己的真心都被这一些烦恼障住了。观自在菩萨啊，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缘很深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
他老人家这个心经啊，让我们常常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观自己身心自不自在。观心为要啊，你真的观得深入了，跟自性相违背的念头言行啊，慢慢不愿意起来了，因为会让自己不舒服不自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别人讲我们，我们不一定欢喜了，一定是自己认知到了，哎呀，我不想违背觉正境了，不想违背性德了，不想糟蹋自己的佛性了，那我们就会主动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放下这个口业身业了，包含太上感应篇都是扎根啊，不张人短啊。我们在批评某一个人的时候啊，有没有关照到自己的心？好，哇，这个你看，一说批评别人啊，那个磁场马上就咳嗽了啊，所以这磁场还是不好。你真的去关照了，哎呀，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自己的心起伏很大，那种对立情绪啊都上来了，连脸部肌肉啊都紧绷，是吧？哎，不像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是上我们第一堂课啊，叫我们笑口常开。大度能容啊，基本上会批评人啊，我们度量不够大了。我们听老安讲经常说，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我们听到老安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有没有马上啊，这个随文入观？关照了，我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还有没有不能宽恕、包容的人？这个要自己检查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以前比较耿耿于怀的人事，现在可以包容了。这个进步了。以前的人事啊，还常常在脑海里啊浮现，放不下，那这个就没有进步了，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放不下的人事啊，你那个弱印象会一直产生哦，所以不进则退哦。你越放得下了，你的心才会越清净。所以我们看这个三根经典这些句子啊，我们不下功夫啊，那达不到清净心的。因戒得定，定是清净心的。三根是老和尚给我们指出的啊，选出来的戒律，让我们好关照。因为这些经句啊很具体啊。我们净土中的戒律啊，老和尚说是五个科目。
三伏、六合。哦，那三伏的第一伏就是扎三根了。还有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前一阵子啊，刚好跟大众啊都在交流啊，菩萨六度、普贤十愿啊，还有菩萨四德。哦，不知道诸位同修啊，最近煮饭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啊，开车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啊，哎，这都是六度啊。哦，那一天，啊，我们一个啊厨房的同仁，啊，他说他磨刀啊，啊，希望来帮忙的人呢。使用的时候呢，哎，很舒服，哎呀，很好切呀。我说哇，你这个摸一把刀啊，都有无微不至啊，哎，让人家工作愉快啊，哎，不怕自己辛苦啊。哦，你看磨刀要不要体力啊？啊，这内财布施啊。哦，你看这个行为。哎，让事情能够做得更顺利啊，这表法了。哦，你看，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在里面。哦，哎，凡事预则立啊，啊，他在准备成就一个啊法会课程呢。哦，你看要成就几天的课程呢？每一个部门各个第一啊。啊，他尽心尽力了，他的功德都圆满了。哦，像我们讲课的，啊，我自己功德都不圆满，啊，人家一称赞，八风就吹了，啊，就没功德了。哦，你看他们默默在做啊，都有功德。嗯，哦，所以祖师大德都示现给我们看了。啊，你看普贤文殊都在哪？厨房。寒山拾得，不挑境界啊，最热的地方，啊，最容易动火气的地方，人家心平气和，哦，所以大家看了服气了，啊，以前丛林啊，少说几百人，多则几千人都有，哦，帮这么多人服务，服务的欢欢喜喜了，啊，你看我们六祖慧能大师，聪明八个月。多少人吃的啊，身材又比较矮小啊，瘦瘦的啊，结果啊，拿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不然那个火干不了啊。哎，哦，所以啊，祖师这些表演呢，都在启发我们。我们常说啊，修行就是不分别啊。啊，我们常常在挑工作，哎呀，这个轻松好，那个太累，别做了。啊，哎，这个时候有没有发觉？哎呀，我在分别执着了。哦，假如你发现了，哎呀，开悟了啊，发现自己过失了，就开悟了。嗯，哦，所以，哎。我们随时做哪件事啊？啊，你在家里面，你的习惯啊，磨刀不误砍柴工是吧？你的一个习惯就在给你家里人，尤其是你下一代表法啊，他们做事的态度啊，潜移默化受父母影响，所以父慈子孝啊，父母的慈爱表现在哪？帮他想得很远，而且想得很细，细在哪？哎呀，我一言一行都在影响他，我不能给孩子不好的影响。哦，那像陈德也举例了，哎，自己十八岁
学开车啊，握着方向盘，不知不觉好多影像都出现了。啊，父亲，哎，对面来车了，这个路很小啊，啊，他都先停下来让人家过。哦，包含啊，看到人家超车了，啊，开得很快了，啊，不经意流露一句。啊，快也没快那三分钟，啊，然后从来不按喇叭，啊，真的小朋友在那里玩呢，停一下，哎，孩子警觉到了，他们就让开了，哎，有时候那喇叭声音大，怕吓到小孩了，哦，说不定，巷子里面刚好有出生婴儿是吧？啊，当然这个是明朝养祖。啊，这个给我们的典范。啊，隔壁家生了小孩了，把自己的驴子卖了，自己走路上草。啊，为什么？驴子叫声太大，怕吵到小婴儿。哦，这个是古人的风范。哦，那啊，承德最大的福报，哎，你看父母给我们的这些精神财富。啊，尤其我们又遇到老和尚这样的大善之事，这都是啊我们莫大的福分呢。哦，所以承德感觉很满足了。啊，有这样的缘呢，啊，此生无憾啊，这知足常乐。接下来干什么呢？接下来报老和尚的恩呢，佛菩萨的恩呢，报父母的恩呢。哦，况且呀，啊，佛给我们讲了真相了，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哎，那自己接不接受这个真相呢？好，那接受了，那就要照做了，因为这是真相啊。哦，都明白真相了，还要违背真相，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哦，跟自己去做佛过不去了。哦，我们还听过一个公案啊，二十四孝黄庭坚，他做梦啊，找到了他前世的母亲啊，啊，在他忌日都煮芹菜面给他吃啊。梦境太清楚了，他顺道去找到了。哎，你看他前世的母亲，他也奉养了。哦，黄老还提醒我们，啊，我们还有多少过去生的父母，现在在地狱受苦啊？哦，哦，所以我们每一次回向。哦，你看这些话我们都听到了，哎，这些法语不容易听到哦。我们要如平得宝啊，哦，每一次回向，啊，都为自己啊，现在生中，哦，还有生生世世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啊、六亲眷属啊、冤亲等众。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进修捷要啊，第三十二拜指导我们的。哦，啊，这个是持戒啊，你看你的一举一动啊，都在教孩子怎么做人做事。啊，啊，这个做事的章法次序。啊，包含怎么把事做圆满的这些原理原则。啊，中庸教的凡事预则立嘛，哎，都预备好了。哦，你看这个啊，我观察啊，很多妇女做饭，哎，她都先把菜切好了。啊，你看她在做饭呢，这个有条不紊。哦，哎，有些人煮饭呢，
像打仗一样，啊，煮完之后一片狼藉，很乱，哦，哎，它就比较没有章法，哦，这持戒啊，守规矩，煮饭也有煮饭的规矩哦，不然煮不好啊，啊，到时候连刀都找不到就麻烦了啊。哎，再来忍辱，啊，那磨刀也要耐性啊，也要时间喽。哦，哎，再来，哎，越磨，啊，越懂得诀窍啊，这个也是精进。啊，做的时候心都很定，啊，不会在那，哎呀，还要磨多久啊？真是耽误我时间了啊！他说安住当下，这是禅定。啊，磨的时候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啊，海贤老和尚说，工作不妨碍念佛。哎，你很清楚啊，做每一个动作，磨个刀也是在落实菩萨六度啊。哎，这个人有智慧了，哎，他很快能入不二法门了，没有分别了。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就，就是修行，就是念佛。哦，哦，这个是，哦，跟大家，啊，谈到啊，前一阵子，啊，跟大家交流到的，啊，所以啊，净宗五门行门。哎，都是持戒哦，都是我们净宗的戒啊，六度普贤十愿。哦，那这个三根啊，我们看《太上感应篇》啊，刚刚提到不张人短，还有不炫己长。我们去感受感受啊，哎，我们曾经做过的好事啊，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什么状态？要人家肯定啊，要人家赞叹啊。哦，你看梁武帝的表演啊，我们有没有得到启发？哦，他这一念要人肯定赞叹啊，做的一切佛门的好事啊，翻转成轮回的善报，不是功德了。哇，这一念亏大了，哦，而且啊，这一念不止把功德转成福德，他的清净心不见了，他的道业在退步。其实，在修道的路上啊，进少退多。哪一个修行人愿意退步啊？可是往往觉照不够啊，自己在退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啊，一谈起以前做的事了，哎呀，我们那个团体啊，假如不是因为我，那绝对不行了，就是我撑起来的了。你讲这个话，心是什么状态？其实我跟大家保证，他只看到自己付出的，他没有看到自己习气对于团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他只看到他的付出。其实，哦，做而有做的人呢，习气还很重呢。而且呢，他会膨胀自己付出的东西，这就习气做主，他就不容易去感受别人的状态，啊，甚至于呢，他会有一种习惯，我要达成目标，啊，一个人目标导向太强，哦，不是说不要有目标，哦，大家一定要记住。
孔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对我们修行叫过犹不及。哦，你那个目标性太强了，哇，你只看到目标了。大家有没有印象，陈德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对金子很敏锐，到一个大户人家偷金子，光天化日，真的被他找到金子，当然也被当场逮住了，抓去县太爷那里。县太爷很纳闷，人家这么大户的家庭啊，这么多人在家里面，你还这么猖狂啊，啊，去偷金子啊。啊，这个人说，有吗？有人吗？我只看到金子而已啊。哎，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当自己执着静起来的时候啊，如入无人之境，别人你都看不到了。哦，比方说这当妈妈的，要孩子背经典，你今天一定要给我几遍啊，都要背起来。他就只执着200遍了，只执着背多少字了。孩子今天有没有不舒服不知道了，孩子背的愉不愉快不知道了，啥情况他都考虑不了，他只盯着那个700遍。好，那当孩子不舒服的时候你都查不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把传统文化展现在他面前了。他只感觉到父母的执着，你说他会爱要传统文化吗？他不逃就已经善根深厚了。哦，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父母很强势，孩子还老老实实学，真是太有善根了。哎，我都赶快请他们父母手下留情啊，刀下留人啊，不是，手下留情啊。哦，这个我也遇过啊。很在乎先生赚多少钱，他就产生这个执着了，他就感觉他先生什么好处都没有，后来被启发了，静下心来写，哎呀，我先生优点很多啊，但是你那个执着静一起来，人真的就变个样了。所以《金刚经》说，若心有住啊，即是非住啊。你心有执着点了，你就没有住在你的真心了。修行人要常住真心了，你已经住在执着上面了。所以你过了，就会有一种固执，就会有一种强势。大家注意看看，你心就不柔软了。所以看起来你达成那个目标了，确实他出了很多力啊，但是人心啊都被他伤了，他不知道。假如一个人知道他伤了多少人心啊，他绝对不会去标榜他的功劳，他会觉得不好意思了。当然你假如遇到这样的人啊，你也不能见他过啊，你要感谢他的付出，包容他这些问题，不然呢，我们就落入了一个循环里面，每个人都在看每个人的问题，最后谁也不服谁，然后就像数学里的答案叫无解，大家知道无解吧？这问题解不开了。
只要用真心，没有不能解的。所有的问题啊，就从这个用真心的人这里开始转动，这叫转法轮，良性的循环开始转动。你们有没有在家庭团体里面有遇到家里面这个人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讲那个人不好，互相讲不好或者团体里面你遇到这个情况会怎么样？会不会听了受影响落影响了？本来你看得很顺眼的，一看他怪怪的你也受影响了，你也卷入是非了所以你看菩萨六度啊，禅定不取于相你看金刚经般若还是很重要这佛22年讲般若这般若是大乘的核心金刚经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是禅，如如不动是定用老和尚的法语比较简单，外不着相，禅就不取于相，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就是如如不动嘛所以我们听了不能着相听了我们呢不放心上这都要练不放心上呢但是很善巧的客观了解情况，你不能听一边呢偏听则暗我遇过不少夫妻长了不少见识听先生讲呢太太不是人听太太讲呢先生不是人后来一了解两个人都很是人你看人就一直放大对方的不好了尤其我们在传统文化在佛法的团体里面呢佛教团体中呢人都很有善根的但是这一些人事你不用真心去处理你卷入是非会越卷越大到头来这么好利益众生的因缘黄掉了就很遗憾了所以别人用不用真心不重要，自己一定要用不给团体添乱所以还是要礼敬诸佛那个普贤行要用上来都记大家的好付出你听到的甚至于你看到它不对听到有时候还不一定准还是要确认确认的目的是什么确认的目的是要护念他我们做每一件事的动机自己要清楚你是要爱护他不是调查清楚了从此跟他对立了那不是自他都堕落了随缘妙用一个菩萨师德这都是缘的妙用产生什么作用了你妙在什么妙在自己的心跟普贤行相应作用就是哪怕是是非人我的事情传到你耳中你提升了你得到锻炼了你练不落印象了理念继续礼敬对方只念对方的恩德对方的优点
这样普贤行才练得出来啊。哦，不然普贤行就轻轻松松 ，very easy 就练成了。立誓练心啊，练这个字哪有轻轻松松的？啊，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个人轻轻松松成佛了？啊，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都要经一番寒彻骨啊。然后包含哦，我们刘树云老师，哇，他人生苦难，哦，我看没几个人比他的挑战大吧。嗯，好，包含啊，他带头落实六合敬啊，建六合小院，有没有挑战啊？铁定不可能没挑战的 啊善事常易败啊，善人常得谤啊。啊，了凡先生在明朝就讲了这些话了。明朝的人心比我们现在如何啊？比我们好不少吧？你看他现在的难度更高了。啊，为人人长者，匡直而抚弊之啊，不忍心好事啊黄掉了，啊，尽力去呵护。尽力从中啊调节、哦、疏通、化解，哎，这个都是修行哦。哎，消得家庭内的嫌隙，你家庭团体里面造成的这些隔阂嫌隙啊，哎，你透过你哎和事佬、哦、当然和事佬不一定要年纪很大了啊、哦啊、哦，你心地柔软了，啊，阅历丰富了，可能少年老成了，也能够做和事佬。好，啊、哦，所以你经历很多事啊，你会感受到不忍心批评，事情太难了。万法因缘生啊，缘是条件、哦、你要成就这件事啊，要有一百个条件，但是可能一个条件没了，这个事就很难持续了。哎，好，哦，这个开的有点长了啊。哦，好，我们从杂心闲话聊开来了啊。主要的还是观自己的心啊，从根本修啊，从起心动念处修啊，哎，你就懂得自爱了。哎呀，杂心闲话，自己的心起起伏伏，一点都不自在。不要作践自己了，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念佛多好啊！念佛即是自心现。哦，啊，这念佛垢灭善生，身意柔软，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哦，你真的尝到念佛的法味了。那我想你不想去讲闲话了、有一秒钟啊念一声佛、所以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夏老说多念一句是一句啊，抢救啊，黄老说抢救啊。啊，你念一声哇，那就有功德在其中了。啊，藕益大师说：“以持名故，善根福德顿同诸佛。”啊，你真心念这一句佛号，
善根福德跟佛平等，如是妙法性听闻啊，这个法门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啊，我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我满足了。啊，我已经赚翻了啊！其他我别无所求了，别无所求就没有苦啦。诸苦皆从贪欲起啊！你看夫妻之间为什么那么多烦恼？有求啊！对方为什么不肯定我几句啊？你看你有求，烦恼就来了啊！对方为什么不理解我一点？你看你。大家做三十系列呢，要开悟啊，里面的法语都很精辟啊。哎，啊，你一生烦恼就不知道黄金币昼夜长垂了啊，哦，就不知道白玉好，古今不昧啊，全凭愿者承担了，就陷到那个贪求的漩涡里面去了。修行人不干傻事哦，面对境界要清楚啊，哦，所以啊，我这个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很欢喜，很感恩，很知足。别无所求了，而且很愿意报恩，感恩老和尚，感恩夏老、黄老、应祖、海贤老和尚，包含刘淑云老师的姐姐也给我们表演做正转，刘淑清老菩萨，还有应祖，你看这个道脉下来多少人都为了成就自己，来一起配合这个大事因缘，所以我们呢要懂得体会因缘呢，就会充满感恩心了。从佛，他是本师啊，没有他老人家。我们闻不到佛法，而且从他老人家开始啊，就是一佛出世，千佛永代来配合。你看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有阿难集经啊，你看有贤护等十六正士来庄严道场啊，后半部还是弥勒菩萨当机啊，众多因缘。那每一朝代难道都没有千佛在护持每一个朝代法的承传吗？那传我们已经传了多少代了？三千年了，多少代了？多少古佛再来了，佛菩萨再来了，都为了成就自己啊。所以劝发菩提心文排第一的就是念本师恩啊，这个本师还包含这些古佛哦，佛菩萨再来的，所以修行人呢重情义啊，珍惜这一份恩德恩义情义，哎，不辜负这么多佛菩萨为了我而来了，这个报恩心就菩提心就上来了，就很有动力了，不会退转了。好，好，那我们看师长接着说了，我们心里头啊不想则已，
想啊，就想阿弥陀佛，或者啊想经里面的境界啊，想大势至圆通章讲的境界啊，想无量寿经啊的境界哦，真的在念的时候啊，啊，大家有没有来观想？啊，哦，你看无量寿会啊，这个阿弥陀佛放光啊，啊，我们这个普照我们这个世间啊，好，包含大势至菩萨，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想弥陀经啊，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平且啊，共命之鸟啊，是诸众鸟出和雅音啊，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你们出门在外看到鸟，会不会想到极乐世界啊？啊，我要赶紧去听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啊，这个鸟音啊，好，啊，观无量寿经的境界啊，想大十大愿王，哦，那这都是五经一论的，哎，这是正确的，因此经要念得熟。念得熟，我们常常就想啊，啊，想西方极乐世界，那跟想佛啊是一样，啊，想极乐世界亦佛，啊，完全相同，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像。啊，陈德每一次啊讲课啊，哎，面对这个极乐世界礼拜啊，就想我很快就要进去了啊，这个向往之心啊，念求生净土啊，要加入极乐世界的俱乐部里面啊，啊，常常这么想就很欢喜。啊，这个法门呢是解行相应，非常注重于实行。啊，实在讲啊，行门里面观想是最重要的。啊，心里头常常有佛，常常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这个境界啊，就会现前。像我们常常哎想十大愿望，哎，我现在当下啊面对这个情境，我有没有礼敬诸佛？哎，这都在观想自己的心行跟普贤行相不相应啊？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呀。真的普贤行变成我们的习惯了，哇，那是深则决定深了，那频道接通了，跟看电视那个按频道很准，马上就现前了，所以我们很多祖师包含海贤老和尚，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很多次了，他接通了。好，十法界一正庄严呢、啊，从心想生。哦，所以观想啊、哦、非常重要。哦，这一段很重要啊，要多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不能想世间轮回这些事啊。哦，
不能再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啊、要在念头当中、啊、下决心、哦啊、要做对抉择、啊、一个观想一正庄严、啊、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在前面几品经文、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应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痛达甚深微妙法。看阿弥陀佛发愿，发愿文呢、再来整个四十八愿的愿文，第六品到第七品也是、啊、必成正觉。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你有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决心没有？慈悲没有？愿力没有？这就是正报庄严了。它包含积功累德第八，那也是阿弥陀佛因地当中修行的榜样啊。啊，少欲知足、哦、我们每天还要吃香的喝辣的、那不行、哦、专求白法，我们还会东摸西摸，就没有专求白法、慧利群生，自愿无倦、我们跟人家讲讲佛法，人家不接受 就不愿意讲了啊、要以这个为榜样，慧力寻生，自愿无倦，忍力成就，要修忍辱啊！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啊、对每一个人慈悲心、啊、而且要很有耐心、哦啊、你现在要帮一个人可不容易哦。当然帮一个人也有很容易的，容易在哪？容易在生与死，容易在防微杜渐。就像病，一有病灶你就发现了，当然好治喽。所以我们学群书之要啊，这种洞察机先的能力要出来。不然呢，这个态度没有培养起来、啊、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都是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时候，甚至是病入膏肓啊，那就不好治了、所以我们要有洞察机先的慧眼、开辟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啊、自己开了智慧才能护念别人，不要走错路了、啊、好、啊、所以观想重要、啊、五经一论的经文境界教诲、啊、要多观想啊、下莲居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之后、啊、经典依据、啊、有了、啊、这是五种原译本、啊、集大成、啊、无量寿经、啊、汇集本善本、啊、汇集得非常好，可是、啊、修行的方法呢、啊、是以他又编了一部净修捷要，哇，大家感受到夏老的心没有啊？好人做到底啊，送佛送到西啊，又洞察到我们现在人工作家庭责任都重啊，修行的时间呢相对少了，所以编了净修捷要，要就是最重要的，简洁，不用花太多时间，把五经一论的精华汇在里面了，啊，这就专门讲修行的方法，
啊，静修捷要是依据啊善导大师的修行方法。哦，哎，这里啊，老人家点出来，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了，也是依据啊天清菩萨的五念法门编成的。哦，这夏老不是普通人，我们很有福报吧。善导大师是唐朝时候人，是我们中国净土中啊第二代的祖师。日本人对于善导大师非常尊敬，因为在唐朝啊，日本派了很多出家人在中国留学，多数都是亲近善导大师的，扬名海内外啊，所以啊，日本善导寺很多。我们台北善导寺是日本人建的，啊，纪念善导大师。啊，你只要看到善导寺，决定是净土宗，决定修净土的。啊，善导大师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是身专礼阿弥陀佛，礼是礼拜，啊，我们拜佛，拜阿弥陀佛。礼佛一拜呀，啊，罪灭河沙，哦，灭很多罪障啊，哦，那这个也是修行的基本功哦。你看老和尚啊，侍奉，哦，忏云法师，哦，还有几个出家人，还有包含朱经咒老居士啊，这些老居士们啊，照顾那么多人哦，一天啊800拜，哦，啊，很下功夫哦，哎，因为拜佛啊消业障，业障消除啊，人啊，哦，业消自然啊，人就清净了，聪明了，哎，进一步跟李炳南老师学教啊，哦，那老和尚一听，95%都不会忘。嗯，哦，当然，假如现在常常会记不住啊，啊，这个地藏菩萨有教我们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地藏经》哦，啊，诚心去做啊，都有不可思议的加持感应，哦，口专称阿弥陀佛，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心里头啊专想阿弥陀佛，叫三业专修啊。哎，这样修法呢，他老人家说，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万修万人去啊。夏莲居老居士就根据善导大师这个意思编辑静修捷要，它里面一共是32拜，身礼32拜，那总共是，因为其每一拜啊是念三声阿弥陀佛。啊，三句南无阿弥陀佛，每一拜礼啊都有观想，观想的内容啊包括了净土三经一论，哦，啊，其实五经也都 在里面，哦，就是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往生论，四样东西啊融合起来，在32拜里面通通观想到，所以确实是善导大师这个开示，他做出一套仪轨啊给我们，这个仪轨啊非常简单，人人都容易修。这次啊在北京啊遇到黄念祖老居士，
这是夏老师的传人，传法的之人，他把这个交给我，我们现在在筹备，赶快把它印出来，使大家修行可以依据这个方法，简单有效。也有留下老和尚亲自念的音档，你看 发现这么可以利益众生的法宝，老人家也是尽力的来推广，来护持我们。他在序文里面说，依据这个方法来修，妄想杂念不会现行。你看我们观想连拜的时候，生礼佛，这三称南无阿弥陀佛也没有断，就不让妄想杂念进来。真正能够达到此地所说的圆通顿时，这样的修行方法能达到圆通顿，顿是快速了，时是能够入实相入真心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是无想无语，无妄想不讲杂话了，很具体都要像依静修结要你就止住妄念了当然要延伸到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论间断就比较没有妄想也不会讲闲话了有一位祖师隐安禅禅师他每一天念佛不断这个在弘一大师所选的晚晴集里面就有提到一天佛号不中断到了晚上痛哭哎呀我又浪费了一天了哇这个震撼所有的人他那么用功了他都觉得浪费一天了一天又过了和祖师这样的态度我们晚课都有一段寄语四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鱼师有何乐大冲当情精进淡念无常慎勿放逸哇这样警觉性起来这是普贤菩萨加持我们的自己前几天跟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聊一聊因为有听同修说我们敬中学会现在都是老人多年轻人很少我也得常常去跟年轻人交流交流看看他们在想啥这样跟他们交流比较能气他们的机他们都不来到时候没有乘船的人一个家一个团体乘船很重要的一代一代得要乘船下去不
不孝有三呢？哦，无后为大了。啊，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真的是感觉，哦，我在那三四岁的时候那些情景啊，就像昨天一样。哦，在走廊上呢，同学们那些情境都很熟悉。太快了，现在都过了中秋了，现在一看2024年有点熟悉的数字了，他都已经九月底了，又要跟我 say goodbye 了。哎呀，有时候想想我还有多少年呢，啊，还有多少个月，还有多少天呢，啊？哎呀，我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得怎么样？哦，我们啊，院长圣妙法师啊，这一次在香港有一个专题啊，就是特别啊，让我们检查检查我们极乐世界护照办得怎么样哦。啊，刚好我们有一位毕业的同学啊，他论文呢，就是研究藕益大师的要解里面谈幸运的部分呢。哦，结果呢，我去年呢，他毕业啊，我就请他要分享一段啊，这个专题嘛。啊，结果一晃啊，一年五个月过去了。啊，最后呢，啊，我得推他一把，哎，逼他上台啊，千呼万唤使出来。哦，他也有引很多这个啊要解这些话啊，也可以供大家参考。啊，幸运行，山是资粮啊，苦海得慈航啊。哦，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法船呢，啊，你只要幸运行具足了，就上船了。再大的业啊，阿弥陀佛帮你托起来了，带业往生了，不怕啊，哦。但是要具足幸运行三资粮，就万修万人去了。哦，好。接着呢，摩诃般若云呢，这就是《大般若经》里所说的“菩萨摩诃萨念佛”。哦，菩萨，这是指的从初发心呢，到三贤位，啊，这是通称。啊，这个大乘菩萨呢，41个阶位，啊，实信、实住、实行。这是三贤位，摩诃萨是大菩萨，特别指的是十地，哦，这地上菩萨。哦，这个，哦，哦，这个大乘菩萨是52个阶位，哦，抱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哦，啊，这个三贤位呢，啊，指的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因为呢，到十住了，都已经入法身了，哦，啊，入了法身还有41个阶位，啊，这个无明习气才完全断掉，啊，就到妙觉，啊，圆满佛。哦，那摩诃萨是指大菩萨。从初地到等觉啊，这11个位次称为摩诃萨。这些菩萨摩诃萨念佛啊，不以色念，不以受想行识念。啊，为什么色受想行识啊？简单说呢，这不是真心。
这是用意识心的，是用妄心的。我再说的通俗一点，受想行识都是不老实。所以老实念佛啊，不用受想行识。一看念的时候，这个还在想，哎，我念的好不好啊？都又想了。念的时候还在，哎呀，阿弥陀佛没有加持我啊，这个都是打妄想了。对，念佛是一切莫管，一切莫管，不要用意识清了，不要去想了，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这个就是不用受想行识念佛了。老实是什么？真心、诚心。受想行识啊，都不是真心，不是诚心，所以这不老实。念佛里头啊，还有妄想，这哪里能算老实？所以念佛啊，要用真心念，要用自诚心念的，那个感应比什么都快。弥陀经里面讲他的成就，那种快绝对不是禅跟密啊能够比的。落一日到落七日啊就成就了，禅七天能不能成就？密七天能不能成就？这个大部分是不可能的，不能。唯独这个法门，一天到七天呢，能成就。我们举的那个觉明妙行菩萨，他就是念了七天呢，成就了，入法身了。所以《大集经》说：“若人但念阿弥陀啊，是即无上深妙禅。”比禅还要快速啊！所以老和尚这里讲这个都有经典依据哦。可是你要用真诚心，如果你用受想行识去念呢，七天不能成就，七百天呢也不能成就。诚得观察，同修当中啊。有知道自己啊病治不好了，先生呢，医生呢宣布了，他就一心求生了，没有超过七天的，阿弥陀佛就现前了，恳切的心，真是切愿的，这些感应不思议哦。接着老和尚说了，但是这个法门呢比其他法门呢还是不相同。我们用四心去念呢，用受想行识这个心去念呢，念久了也能够念到一心。那这个就是跟其他法门不一样的了。其他法门呢，你都要舍事用根呢、这是一般人很难得力呀、因为我们用这个受想行识啊，用的太习惯了。但是这个法门不一样。你可以啊。从凡心念念念慢慢入佛心了，从有念慢慢的入无念，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的地方。如果不用受想行识，的确从一天到七天必定成就，用受想行识
大概念到两三年，念三年五年可以成就。那三年五年成就啊，也是从受想行识的心念到真诚的心。换句话说，真心不能现前，就 不会成就。我们要想培养真心呢，受想行识的心要远离它。你耐心的念呢，从有念慢慢念到无念。一开始念哦，妄想纷飞哦。有同修说，我怎么念佛的时候妄念更多？我说啊，你平常就这么多。老和尚讲经有说啊，那个你屋子里面呢、其实本来就有灰尘了，突然一束阳光照进来了，一看，哇，怎么那么多灰尘在光束里面飘啊？它本来就在了。大家不要误会，说我因为念佛我念很多，你平常啊心很浮动啊，你观察不到。你念佛的时候相对安静一点了、看到了。但不要着急、所以修行啊，首先要放下着急的心。因为一着急啊，心定不下来，很浮躁。要做好心理建设。修行啊有过程的。深处转熟，熟处转深。不是一处可及的。这个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他本来也是乱心，慢慢慢慢让妄念就好像大家看过明矾呢、这个水很污浊啊，明矾一进去摇啊摇啊摇啊，慢慢开始沉淀了，还是要摇一阵子的哦，还是要念一段时间的。老和尚有观察，这个净土圣贤录发心念佛啊，好像很多都三年左右啊，阿弥陀佛接走了。老和尚说他们寿命到了，这不可能了。是什么？念到啊，感应道交了，放下世间了。那阿弥陀佛怎么忍心我们多受一天轮回苦呢？就接走了。除非他在这个世间还有法缘。那阿弥陀佛会留他呢，就像海贤老和尚，到活到112岁了。所以要有耐心，有恒呢为成功之本。受呢是什么？是感受。我们随着这一段教诲啊，慢慢放淡啊，不能自我感受太强了。我有时候听到人家说，哎呀，我这几天呢想一件事难过了好几天，我说你时间真多啊，还能难过好几天。所以现在有一法，就忙到啊没时间自我感受也挺好。这公家的事啊推着你，让你不要自我感受太强。我们这个从小啊自我中心太强了，还得有这一法啊。当然你不要干到透支啊，我不要给我的话又听错了。苦乐忧喜舍的感受，想呢是第六识分别了，行第七识
我执的莫那识的。莫那那个识还是幕后的那个识还是阿赖耶识第八识落印象，像仓库一样。所以不要落印象，不然那仓库里面呢不好的种子越来越多了。受是前五识感受，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所以啊，我们要离开八识，换句话说啊，我们不用分别，不用执着，无分别心无执着心啊就行了。无分别无执着啊，是对一切法，我们六根接触一切六尘，不用分别，不用执着，万法一如，万法平等。我们内心啊，求这个，这是真正的功夫，真实的功夫。外境啊，随缘。随缘不变。随缘念不变心啊，不变了就是真心了。是我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确实啊，万法是一如啊。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的，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请问我们现在所看一切人事从哪里来的？自心限量啊，不断之无啊。楞伽经老和尚举了这八个字啊，讲出了真相。一切法唯心所现的，唯事所变的，我们的分别执着一直在让这个境在变的，不干别人的事啊。所以你顺眼的人是你的自心限量啊，你不顺眼的人也是你的自心限量啊。万法一如啊，不能去分别啊。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自己的心呢，都是自己的心啊，怎么去怪别人呢？所以外面随缘，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内心呢，保持。不分别，不执着，不变心，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这样可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真心，清净、平等、慈悲啊，才能够显露出来。好，今天时间到了。还有也要跟大家致歉说明一下，因为呢承德回到英国汉学院呢，教学跟行政任务啊比较重，尤其有两门科啊连续要上啊，群书治要还有四书啊，这几门科相关的内容很多。承德都得要下功夫啊，准备积累所以想呢跟诸位仁者啊请一下假。当然承德这个讲课啊不会断啊，有讲的这些部分呢、也会透过新闻陈总跟大家交流供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们讲学的人呢所谓歌不可以一天不唱拳不可以一天不打课也不可以一天不讲
哦，你看老和尚当时今天没有讲经了，拿那个录音带啊，自己录自己听啊。哦，所以这个特殊情况啊，跟大家告一下假啊，也感谢大家的谅解，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哦，我们一起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